看着这一桌的美味佳肴，有什么想说的呀？就每天这样，那该多好呀！每天这样，那该多好呀！是夜点心了，我给你吃点。我跟个弱智似的，好吃，真香。往这边转一点点。最好在你打的时候把这碗砖烫到一起。烫到一起。要给我煮准备足够吃的汤圆啊！有五碗了，嗯，没事没事，不行，我再加五碗。再加五碗。再拿一个。哦，没事，拿了。啊！